住这天地的威力呀、啊！金色前面的大树呢，这到底倒了多少啊？还也有呢，我自己种的一棵梅树呢，也快50年了。这虽然呐、啊，它都不开花的梅树，可是也很珍惜它。但是它呢，也这样的难要截断呐、啊，好不舍哦。真的，这都是在金色的周围，庆幸也感恩呐、啊。其他算是平安，不只是花莲，是全台湾。昨天呐、啊，一整天在大风雨中呢、啊，也停电了。到了下午哈、哦，这个台风呢。中心碰撞到了中央山脉，所以有减弱啊！哎呀，很感恩呐、啊，感恩呐、啊！中央山脉哈、哦，来守护了台湾，我们要感恩呐、啊。但是呢，继续的要担心的呢，又有台风啊。又在海面上形成了、啊、昨天有这样的气压形成，却是呢很快速的，它就已经呢形成了，命名叫做芙蓉。像过去一连串的这么多个台风啊，就这样的不断的事，总是很令人担心的事都很多耶。哎呀，我们要好好的接受前程吗？很多人呐、啊，总是认为呢，这样台风开始进。大家都是呢做了很密切的这种防备工作，有的时候台风闪过了，那没事了，就这样一而再呢，会抱着侥幸的心态，就会变成了共满回了，就不在意了，那是不对的耶。能平安啊，我们一定要感恩。那一旦有形成，我们要提高警觉，要戒慎虔诚啊。想到了现在，为什么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不调和的气压气象，众生共业啊！我们真正的所需要的是人人的心。我们已经有多久了没有来呼唤说，请大家呢点滴爱心啊，来汇取。我们已经有多久的时间呢？因为呢，无名逢一起，大家呢，这种菩萨招生的这一份的力量啊，就已经呢放慢了啦。那人人啊，这种启动爱心的能量呢，都已经。减低了吧，常常都这么说，善恶拔河，人人起一念善心，总是呢，这就是一分的力量。
假如呢，这连点滴的善心啊，都无动于衷，那想一想，光是气候开始在凝聚了，这样不调和的力量才来呼吁虔诚哦，那又太迟了啦。唯有呢，我们要时时刻刻的累积了那一份爱的能量啊，而且呢，要全民的爱的力量，善破灾难。就如印尼，他们回来也跟我在提起啊，师父在呼吁他们呐、啊，竹筒岁月一定呢，真正的要造福社会啦、啊，要天下平安，一定要净化人心，要让人人有一念善心。所以他们跟我说，已经呢四十几万只的竹筒，因为公司行号啦，都来认养竹筒。大事业家他们呐、啊，都要鼓励他的员工呢，人人呐、啊、要花一点心啊，人人呢、啊、发挥爱心，因为一善啊，就是一念造福的心。所以这种造福就是一点点的念念的心啊，马来西亚也一样啊，不到20万的会员，一呼吁呢，现在接近200万，他们就是这样的点点滴滴用心力去付出，这种净化人心啊，都会力量很大。各位，爱的力量啊，不是为钱，是为净化人心，也就是要把道理呢能普及到每一个人的心灵心坎里去。有道理的人生啊，我们的社会呢才能祥和。逆轮没道理，这个就是社会以天下不安的乱源呐，所以我们真正的很期待净化人心。我们现在真的应该要启动哦，再启动啊！期待呢，爱心的能量不只是需要的时候，现在真正的大小爱心呢？都慢慢消失掉了，已经经过了几次的台湾有几次的灾难呐、啊？这两年来台湾有几次呢？这很难看到了有爱心人士自动呢要付出的。这样的形象已经呢微弱掉了，我一直都是很担心啊。好吧，总而言之呢，担心没有用，我们还是呢要每一个人的有建立信心啊，没有信心什么事
道理都别说了啦。总是呢，我们真正的要把爱心、慧眼的信心，还要把它呢召唤回来，这爱的魂魄也要把它召回来呀，慈济魂呐也要召回来啦，大家的精神力量呢，要再度呢提升起来。